先在顶部填写你的信息，确保你的地址 or residence address 在你想投票的县，并且你已经注册要在该县投票。确保你的地址你放在 mail my ballot，是你希望发送选票的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我们请你填写联系信息。如果你因为选举的时候不在这个县，要求缺席投票，请表记 expected absence from the county。在四选项下，大部分 UT 学生都有资格通过邮件投票，还有其他的情况来邮寄投票。65岁或65岁以上残疾人，或者在监狱里，你不要填这 6A，除非你选择65岁或以上的投票者或残疾人的投票。如果选择了县缺席的选民 or voter absent from the county，或是监禁的选民 or voters confined in jail 框，请填写 6B。如果你不会在这个县，请填第八节。如果你要用扫描或者传真来发送你的缺席选票的时候，来填9，在表格上签名并注明名与姓。如果有人帮你填表格或者帮你邮寄那个表格，他们要填11节，然后你要填着你的邮寄地址和你的 early voting clerk 的地址。你可以找到你的 early voting clerk 的地址在这里。打印表格，放你的邮票和邮寄。什么问题吗？发邮件给我们，在 texasvotes@gmail.com，或者发短信到512-811-4541。再见。